感谢各位一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呢，你们长时间的观看呢，让我的 YouTube 频道呢得以开通这个专属会员的功能。那我可以坦白说， YouTube 的会员功能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，但是你捐献的一小步呢，是支持重度身障者生活的一大步，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，让我们身障者呢就算在家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，生活的管道，是对身障者自立生活的一份助力。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，用每个月一杯饮料的钱呢来支持我们，鼓励我们，让我们有创作更新的动力，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。大家好哈，我们现在呢来延续上个礼拜一样，继续我们讲我们的 Facebook 粉丝团的客服机器人。那我们上个礼拜有说哈，如果要让它传图片哦，是更困难的。为什么呢？来，我们来看它的 API 哦，这是它的脸书的 API 文件啊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我们给它 page ID 跟后面这个 message attachment 哦。那然后呢，我们除了给 SS token 之外呢，我们必须要按照它的写法哦，就跟他说呢，这个参数类型呢是图片。然后 payload 我们的这个 URL 呢，这个暂存的这个图片档，这样。好，那这个要怎么做呢？来哦，我们来一样，我们拿上面，我们拿上次这个哈，好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我写好的。好，这是我的粉丝团 ID， 粉丝团 ID 在哪里看呢？一样啊，我们就是在后台这里。在我们上一支影片教各位的时候已经有讲过了哈，在这里都可以看到粉丝团 ID。好，粉丝团 ID 在这里呢，然后呢，这里有 Access Token 有没有？这个我们都讲过了，你就把自己的 Access Token 放在这里。然后下面这个 URL 在哪里呢？实际上哈，我们这个脸书呢，这里虽然有图片，我们可以点开来看，这个网址实际上都是暂存的网址哦，这个不是永久的哦，这都是暂存的。那我们就是把这个暂存的网址呢，把这个暂存的网址哦，把它贴过来，这样，这暂存的网址把它贴过来，这样啊。然后当我们去执行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一张图的 ID， 这一张图的 ID 这样啊。那这一张图的 ID， 我们再把它写到哪里呢？写到 data table。我上周有跟各位讲过，这个 image 栏位啊，实际上放的就是这个图片的 ID 了哈。啊，这是图片 ID， 然后这是文章 ID 啊，这是文章网址这样啊。实际上就是这样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呢，把这个呢，把它 post 出去，传到我们这个使用者这里，啊，传到使用者这里。那这个要怎么传呢？就是说，当我们 AI agent 已经回应出来之后，你把讯息丢进来，它回应你，除了回应这个文字讯息以外呢？我们再往下，我们再往下拉一条语符啊，一样啊。如果这个语符啊是怎样？如果这个栏位，这 data table 这个栏位，这一个 image 栏位是存在的话啊，存在的话 ，image ID 是存在的话啊，那它呢就会送图，用这个 post 啊，一样 post， 然后呢？他就会把这个图呢，这个图，啊，把它送出去，这样。我们可以来看这个结构化的参数嘛。我叫它输出两个东西，一个是文字，一个是 image ID， 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可以执行一次给各位看了。来，我们来执行看看。好，我来问他啊。
好，我现在问他七七八多少哦？那我们可以看后台有没有在执行。好，已经结果出来了，非常的快哦。这里要执行了，也很快，真的很快哦，非常的快哦。这里也有执行了，也很快。来，我们来看结果，没有错哈，文字讯息也有了。然后这个图片也有了，有没有？这功能才是真的很强大。那我们来看哈，这 AI agent 是怎样呢？它接收到文字讯息之后，它自己会去这个 data table 捞。然后呢，它的任务呢，我们已经写在这个系统提示词了，这样。然后它去 data table 捞完之后呢，来我们来看哦，有没有？这里就是它的工作，它先去执行这个大量这个 LLM 模型，然后再去 data table 捞完之后再回传，然后大量再把它整理之后用结构化输出，然后呢最后就是输出出来这个结果、然后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呢，它就是看着 if 这个文字讯息不是空的，没有空，好，那就正常，那我们就是再送到这个粉丝团回应，这里再送到粉丝团回应，然后呢下面呢再送这个图，这样再送这个图，好，这个就是更进阶的使用方法了。然后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啦，比方说在文章底下留言回复，这样哈，也有这种在文章底下留言回复，然后这个就是更进阶的啦。好，这就是这周的影片讲解，那有什么问题呢，在影片底下留言，那如果觉得我影片对各位有帮助的话呢，请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谢谢各位。